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郭富城，我喺电影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里边系饰演杀人陈尖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Cecilia 蔡思雲，好开心可以有份参与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喺入边饰演呢个尖数嘅角色。<笑>今年系最令人振奋嘅香港武打动作电影，亦都好开心呢个作品可以去到世界各地，都可以有咁多香港以外嘅观众都可以睇到。如果你未睇嘅话，你都记得快啲入场支持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。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。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去入场支持，绝对唔会令大家失望。多谢大家。以后城寨啊，就系你哋班后生仔嘅天下啦。